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ob Channel， 我是 Kevin， 今天要来介绍的是这一把 Grudge Root G Horizon。日本知名乐器大厂 ESP 对不同客群有设立不同的产品线，例如 E2、Edward、LTD， 而 Grudge Root 呢，则是旗下专门出平价琴的品牌。之前还有在教课的时候，最常遇到学生问的其中一个问题，就是第一把琴要如何买。我都会说，尽量把自己的预算拉高一点点，去买有牌子的低阶琴，千万不要去买那种便宜的杂牌琴。因为那种琴不管在做工上的品质或是声音的表现都不是非常的好，很容易会让你对练习这件事失去耐心及兴趣。 Grudge Root 在2020年做了一个大改版，出了许多又帅又不贵的琴款，像我手上这一把 G Horizon 就非常的好看。 Alder 的 Body 配上 Maple Top 24格的 Fret， 搭配据说是 SRV 爱用的 Porfera 纸板音类呢，跟之前介绍的 G Mirage 一样，虽然是简单的圆点造型，但是摆放的位置呢是在侧边，所以蛮好看的。拾音器则是一样可以做单双切换的 original pickup。 拿到这把琴第一个感想就是它的 neck 比一般琴来得窄，所以对于新手或者手偏小的人来说是非常友善。琴身跟 neck 都是做这种雾面的处理，除了不容易留指纹以外呢，手感也非常舒服，不会有那种亮面烤漆弹久之后会出现的粘手感。 Fret 跟 Bridge 也跟之前的 Dream Mirage 一样，没有那种刺手的不适感，所以要是你是新手或是手比较小的人，这把琴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哦。那对于这把琴有兴趣的朋友，想要购买或是试弹的话，可以跟代理商海国乐器做询问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这里是 Valve Channel， 我是 Kevin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